须100%中国制造，必须在中国生产。万万想不到啊，就在美元降息贬值，人民币持续大涨，咱们中低端出口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以色列策划的一起 BB 机大爆炸给国内大大小小的电子厂的送了一个几千亿美元的中东大礼包啊。9月17号，黎巴嫩几千台中国台湾品牌 BB 机同时爆炸，第二天呢，某日本品牌的对讲机外加部分智能手机、太阳能板、收音机也都纷纷爆炸，总共造成了3000多人伤亡，导致黎巴嫩之外的中东很多国家都开始人人自危，生怕着手里的 iPhone 也被以色列下手变成了遥控炸弹、战场鬼雷。拆开这些没有爆的 BB 机之后呢，就发现这回啊，不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改设备塞个炸弹，而是控制了原产厂家。这批总数5000台的设备在生产的时候呢，就设计了炸药和钢珠位置，这在技术上呢其实不复杂。之所以没有人那么干呢，是因为把民用设备大规模武器化实在是太缺德了。但你知道吗，更缺德的是这策划人呢还想让中国大陆也背一部分的锅。所以爆炸发生之后，除了以色列摆出了一个默认的态度之外，其他涉事的各方呢都是各种甩锅，谁也担不起这破坏供应链的责任呢。作为直接责任人，中国台湾 BB 机品牌方金阿波罗呢就把这锅推给了一家叫做 BAC 的匈牙利公司，说双方呢签订了贴牌协议，自己不负责设计生产。BAC 这个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的一些授权，这个产品不是阿波罗的该有的产品，是我授权给他们贴牌的一个产品。而匈牙利也赶紧澄清， BAC 只是一家皮包公司，爆炸 BB 机没有到过匈牙利。我们都知道呢，匈牙利是欧盟内部最挺中国的国家，匈牙利呢作为中介也是中国企业出海建厂的桥头堡，中欧铁路的欧洲枢纽，一带一路最关键的节点国家，卷入这起事件呢，可以说真的是后患无穷啊。类似的皮包公司，以色列情报机构呢，在欧洲至少是搞了3家，最后还是选择了匈牙利。对讲机爆炸的日本厂商也是直接甩锅给了咱们中国，说被改装成炸弹的对讲机，那是中国仿冒的。美国第一大雇佣兵公司黑水 CEO 更是在采访里边，先为以色列的做法鼓掌，然后呢，倒打一耙，说中国也会这么对美国。总之，背后主导者呢似乎有意要把这个责任呢往中国大陆这边推，甚至呢一开始就是为一石二鸟设计的，在打击真主党武装之外呢，顺便拿中国海外供应链做挡箭牌。你看哈，明明 BB 机在东亚早就没市场了，剩下主要的厂家和市场呢都在欧美本土，可还是远道找了中国台湾的金阿波罗，又选了匈牙利，半个字儿都不提中国，但实际上呢好像全跟中国有关。可是即便如此，很多中东国家呢，甚至美国舰队司令部所在的巴林都有进口商要求所有电子产品要100%中国制造，连销售运输都必须中国全权完成，不能走第三方。中国台湾那边呢也传出消息，中东客户点名要求台商呢必须是在大陆生产，中东很多下到台湾的一订单通通指定要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不准在中国大陆工厂以外生产，搞得东莞深圳很多工厂啊订单暴涨，连夜加班。一次苦心布局的爆炸事件栽赃中国相关的产业链不成，反而打断了美国主导力推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把很多要流失制造业的岗位又送回了东莞和深圳。过去呢，欧美日韩一直统治着中东的电子市场，经销商的网络也是树大根深，智能手机三星独大，苹果也是经常位列前五，中国品牌这两年才奋起直追。而在黎巴嫩，三星手机市场依旧超过40%，苹果达到20%多，中国品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真主党的手机被以色列渗透成了筛子，也没有想过要大规模的用中国设备来替代，反而看中了台湾品牌 BB 机，没有想到呢栽到了以色列的手里。而美国对此的态度呢却是有多远躲多远，因为随着中东乃至全球对欧美主导产业链信任的崩塌，搞不好啊美国精心布置的对华产业围堵策略也要给赔进去了。从2018年制裁华为开始，美国为了让制造业回流，从关税、科技到金融，对华制裁手段尽出，没有想到呢中国科技反而是越挫越勇，自己贸易逆差反而是越来越多了。于是呢就换了一个思路，一边在核心领域搞小院
院高墙，继续制裁封堵中国高精尖人才和产业，一边由财政部出面，在2022年提出了所谓的供应链同盟与友岸外包，把各领域博弈整合升级为了对中国供应链全方位的围堵，号召各国瓜分中国产业链，连打个螺丝都要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苹果甚至冒着被印度制造连累口碑的风险，也要对中国供应商说不，不签出去就要砍订单。所以这两年呢，经常有各种外企撤出、中企搬到海外的消息，珠三角流水线的工价也是越来越低了。这种持续温水煮青蛙的阳谋，导致中美博弈对普通人的压力早就已经是从3-5万的高端岗位下沉到了3-5千的流水线工作。没有想到呢，最后是以色列给中国大大小小的电子厂送了一个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东市场大礼包。这种反转其实不是中国的运气好，而是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二战之后呢，全球供应链已经是完成了3次转移了，先是从美国到欧洲、日本，再转到亚洲四小龙，又转移到中国。现在呢，又因为美国政策引导，开始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的第4次迁移。看起来每一次呢都是转向更便宜的地方，但实际上总是在向远离核心冲突的地方转移。但这一回美国却是一边引导迁移，一边引发动荡，左右矛盾，供应链反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了。你想想哈，中国的大疆无人机被用在俄乌战场多久了呀？中国产的煤气罐和无缝钢管在中东用作武器材料的其实也不少见，可也没有人因此而攻击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开门做生意，八方皆是客，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独立、稳定与安全才是中国当下最迫切的核心利益所在。那种把炸弹藏进民用设备的赌徒行为，只会增加中国制造的招牌含金量，因为每一次扣在咱们中国制造上的帽子，最终证明那都是他自己想干甚至干过的事情。总之，谁在掀桌子砸大家的饭碗，谁在让所有人都有饭吃，其实各国眼里还是一目了然的。咱们做好自己的产业升级就好了。关注小姚，知性理性，更懂人性。